新竹市竟然有神秘的地下宫殿，走进内部，打上灯光，高耸列柱参天，像是个奇幻的地底神宫。原来这是新竹的建工油库，一共有四座战略油库，由数十根 H 型的钢梁支撑，营造出独特的氛围。那么日前因为建工高中的扩校掀起了存废议题，地方人士主张要保存油库，使之成为公共性展览的演出场所，也成为台湾的文史亮点。那么新竹市政府文化局预计8月11号会先安排现场的场刊，预料到时候会有比较明确的结论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